工作之余去健身放松，成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所以，城市里的运动馆从来都不会冷清。人们运动后总会来买水解渴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都带着故事，让这里变成了一个微型剧场。这位男生是阿信，著名 IT 公司的主管，自动996的工作狂。这个女孩叫小倩，职业插画师。今天是他们在一起的第1094天，就在刚才。我们分手吧。谢谢。那你答应做我男朋友了？你说什么？你明明知道的呀。谁呀？喂，我还没画完呢。别画了。哎，行不行？我给你画乌龟。哇，好大好大。开动吧。开动吧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啊，电影嘛。老板，一瓶海之盐。来吧，谢了。这个背着吉他的人已经占据我的水吧长达3年了，他总在这里写歌。他大概是爱过我的吧。你都说了是爱过了，跟爱着还是差很多呢。给你。哇，喜欢吗？你看我画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哎呀，我谈工作的事呢，等会儿。喂，你快下班了吗？好好好好好，我不打扰你加班了。嗯，早点回来。加班？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去看大海吗？我就想要你多陪陪我，有这么难吗？加班还不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，现在正是我工作的上升期，以后你想去几次就去几次。未来？你的未来里面有我吗？我要的不过是你的现在啊。也许你想要的一切都只是你的错觉。很多人会在爱情里迷失自己，就像这个苹果，无论你再怎么小心储藏，终究会有腐烂的一天。人也要学会爱自己啊，你呀，别爱了别人就丢了自己。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正经的一面。
着纯白的沙滩，波光灿烂着蔚蓝，大海对着我不停地呼唤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跟着我浪花不停地眨眼，勾动着我的心弦，音乐